在孟加拉国，成千上万的伊斯兰联盟抗议者要求缅甸政府为罗兴亚穆斯林建立权利。俄罗斯海军舰艇和大约10万名士兵在周末参加海上军事演习，这个是和白俄罗斯军方进行大规模演习的一部分。玻利维亚警方在拉巴斯和抗议当地市长被指控贪污腐败的人士爆发冲突期间释放催泪瓦斯。前英格兰国家足球队队长朗尼为9月初醉酒驾驶认罪。菲律宾军方在马拉维解救一名天主教牧师，他被与伊斯兰反叛组织有联系的武装分子劫持作为人质达4个月。